充营养是很重要。对，带一个 QQ 星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它还有苹果汁在里面。苹果汁，我儿子最喜欢。而且他们一喝了就不会可以喝其他的牛奶了。嗯，有任务在立的时候。接力任务，妈妈们将分为两组，每组需要寻找25位给任务完成归来的小朋友加油呐喊的助力者，完成后还可以和小朋友一起观赏飞天巡游。一口 QQ 星，耶！准备好了，我们贴心准备管他们，我们尽快翻头进去。他会到我们的，看不看巡游？对啊，巡游巡游啊，巡游咁，然之后咧，我哋有啲小朋友咧就喺个巡游车入边，我哋好想你哋帮我哋立喊，帮佢哋加油，好嘛？帮我哋加油就唔喺上边啊？唔系，即系睇下佢哋喺上面叫咯，好唔好啊？帮下手好唔好啊？多谢晒，多谢晒。去找人喂宝宝加油。你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不好意思吗？有的，实在是有的。帮我的孩子加油好不好？好，不可以不好了。好不好？送你们一个贴纸，需要得到你们的支持。对了，没事的，就在那边说加油加油就可以了，好不好啊？所以希望你们可以帮帮我们。咁咪一二，你赢咗我呢张。扎手扎手，找一下妈妈在不在？扎手扎手扎手，扎手扎手扎手，扎手扎手扎手，扎手扎手。我数下先，有啊，一二三。4、5、6、3、8我相信我有17张 ，Lisa 应该比我差不多吧。特别紧，更加的亲密。我的已经全都拍完了，全都完了，太多人了，我们。哎，妈妈在那边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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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起叫加油！一起叫加油！加油！看见他们过来了，我非常开心，因为真的是可以让他们坐这个巴士然后过来，然后我看见他们跑过来那种感觉，我也好兴奋，我真的觉得挺快乐的那种感觉。我去跟他们飞啊！他也要飞啊！你要不要飞？他也要，他要我帮他飞。啊！呜！飞起！好啦，好重啊你！一二三，小心！好晕啊！好晕啊！好晕啊！妈妈整理一下发型，我的发型整理一下。右边，挡，闪避，
第三，胖头蹦。我很怕这个的。啊，你怕吗？我不想去，我不想去，我不想去。到那个地方报名的时候，然后楚儿和杏儿就说不敢上去。后面我说哇，怎么办怎么办？因为小螺丝我不知道他敢不敢上去，因为他很小嘛。我放去。你上去，你去啊！哇，这么厉害啊！那你去吧，那我们在下面等你哦。好。上去了，小螺丝加油！你看，我就是怕这个。啊？坏人！都怪光景啊！乜嘢都好难，识见都边走出嚟，真啲可能系佢啊！我同你幫小老師做回答，看小老師了嗎？加油！小弟，好，準備，向前走，好，掌聲鼓勵小朋友 ，Well done！ 小老師好勇敢 ，Rap 之神，一起說，我們不怕。就会帮助他们面对重重。与你们的同伴，现在就到星球大战指挥部，让你们可以认识反抗军的其他传奇战士。我们一起喽！怎么玩旋转木马？其实刚开始他们提起过，他们想做那个旋转木马。可不可以玩这个的？啊？可不可以玩这个？抓紧，我就站这。你会不会飞？对，会转。他转。哎，小心小心，别动，踩好，脚踩这个。对，姐姐没事吧？抓紧哦。没有。哎，开始。可以飞了，这么快。坐好，别，就坐好。晕死了！马上要停！哎呀，我知道我会晕，后面上去，因为就是怕，因为小孩子比较小嘛，那个安全带可能就扣的不是很紧。然后万一掉下来怎么办？所以我就一直在旁边，就是一直就是扶着他们。啊，晕死了！给我头晕。我觉得对孩子来说是一个探险的一个经历吧。我觉得，就是孩子就通过自己努力去完成任务，然后见到妈妈，我觉得那个过程是非常的就很满足，就是孩子就笑得很开心。翻不动的，就是假的。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先生再度被新王后的毒苹果毒害。妈妈，幸好来了，嗨，你终于归队啦！好了，今天奇妙的一天成功。这次有哥哥陪着他，我更安心。因为我觉得哥哥给我感觉又高大，又可以有能力。这个给小螺丝，这个给楚柔和杏儿。这一份，我觉得他看起来自己也像是一个，就是小男孩那样，就是特别可爱。一定要保管好。但其实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很乐意去帮助人的人，所以我觉得他在了，我反而会安心。谢谢小 QQ。他说你演技很好，哎，那个是谁呀？那个萍萍是妹妹啊。这是什么样子？你干嘛？帅。